走进校园测量体温，疫情爆发至今几乎快认不清隔壁同学的长相，就怕病毒来敲门，小朋友一个个口罩戴紧紧。但现在却传出感冒并发鼻窦炎，竟然是口罩戴太久惹的祸。口会痛，也会晕晕的。起先以为是一般小感冒，所以就是一般鼻涕呀、啊，然后鼻涕倒流，食欲不振，然后全身肌肉好像有酸痛。好端端的，到底是怎么染上鼻窦炎？但是在我们感冒的时候，我们口腔堆满了细菌，那这种时候我们的细菌很容易渗透到我们的鼻腔，实际上我们的鼻腔、鼻窦，正常的鼻窦是没有细菌的，因为它如果感冒的时候就有细菌在那边滋生，那就有机会进到鼻窦，那你又把它的出口阻塞，我在那边就会一直繁殖。虽然疫情也有不少感冒引起的鼻窦炎案例，但医生观察以后儿童鼻窦炎的病例却整整多了一倍。可是问题是戴口罩，我们的口腔就干了，这个口罩要注意到透气，这个口罩注意要更换。一般流感或是感冒七天内几乎都会改善或趋缓，但万一合并急性鼻窦炎时，可能过了半个月鼻涕还是黄绿色的，有些小朋友还会出现咳嗽、发烧、胃口不佳等严重症状，才会让家长觉得小朋友感冒一直好不了。你就必须要加强水分的补充，你就像鼻子的清洗，你就是必须要加强也许你的营养，让你的感冒赶快恢复。口罩令不敢一次松到底，家长不妨带孩子多透透气，不让鼻窦炎找上门。华语新闻洪世成、张怀轩、高玲瑾台中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华语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，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